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不知道你有没有面对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一些叛逆的行为造成很大的困扰呢？我们在10月3号呢有一场讲座，欢迎你们来参与。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网络上有一些文章，例如说天下杂志，他会告诉你说如何跟孩子相处，还有就是不管他是从儿童到青少年，这些的文章都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媒材，你也可以运用得到。那当然啦，如果真的想要知道那个一些小撇步的话，一定要来上课哦，欢迎你的加入，谢谢。